哇，太爽了！哎呀，碰着这脚才舒服。谢谢，真是细，还是很脏，那么多灰。今天也嗯，你妈，你这那个鞋怎么会吃了呀？哪个鞋？你之前那个。我早上吃的那个。嗯，放硅胶的。硅胶的是吗？放硅胶一样的东西。这样五个人。嗯。说实话，现在真正的吃。哦。
饿了两份面包，桑葚果酱，樱桃果酱，牛奶，再两份。桑葚果酱，桑葚酱呢？不好吃，不好吃干。好吃。没事，那么菜，就是太过瘾了。给甜品店买的好吃。哦，对，哎，最近最近吃，吃你已经白饭白饭的，忘的。关过了。平平的给你了。不要了，我当好臭。